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2016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的第四轮。它是一盘主将之战。那么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民生银行北京队的主将十月九段和苏泊尔杭州队的主将朴廷桓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解朴廷桓和十月的棋。朴廷桓是韩国第一啊。是的。所以这两位应该说是强强相碰。对，值得一看的。对，那么在这个讲解开始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两个队相碰的一些画面，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是民生银行北京队的主场。对，赛场的场面。是的。十月，这今天的这盘棋啊，我们讲的就是这盘棋啊。十月。对。十月是河南洛阳人，是的，这是朴廷桓。十月呢，现在在中国的等级分位居第二，仅次于柯洁。哦，很厉害的。是的。这是他们。这个是连笑对朴文瑶。朴文瑶。连笑。是的。连笑这个很厉害的也是。杭州队呢是去年的冠军，今年他们是不是？可以延续这个好的势头，卫冕冠军啊！这是吴光亚和陶欣然，所以，这个联赛看起来还是举办得很红火的。对，那我们下面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来看这盘棋啊，这盘棋呢是朴廷桓之黑，是的，十月之白，是主将，那么。朴廷桓之黑小目先行，那么也是小目，然后他走的这样的小目，错小目是吧？这是他下的呢，就是和那个 AlphaGo 啊，有点接近。AlphaGo 曾经就是说那个人机大战，AlphaGo 和李世石那盘棋，和布局啊，有今天有点相似的。大家看啊，他是挂的，就走的是这个。跟几乎是在这个局部有点相像，他是走的是这个，有点区别，拆二不是拆一的。对，如果拆一他被他刺一个呢，倒显得那个你拆一有个刺AlphaGo 有的，现在真的是这个从人机大战之后呢，大家都在模仿这个电脑了。这个AlphaGo 啊，真的是他下出来棋让大家有一种追捧了，已经。你看比如说这个棋，本来大家怎么想的，如果你拆一被他刺一个，这个棋啊是对，是这个是，你看这个他如果黑棋拆一啊，黑棋拆一的话它是有一个刺，但那是大家当时是比较一虎一个他一拆一他一刺，他直接就把这个刺掉，对，就刺掉，这是AlphaGo下的。所以呢，为了避免这个呢，他拆二，为了你大家都现在下那个呢，他说干脆我就下这个吧，他下这个。那现在呢，那一盘棋，那这就和那一盘李世石 AlphaGo 的那盘棋啊，就是几乎在这个局部是一样的，走在这里，当时是李世石就在这里点，直接就点上去，直接就点，对，对，被打的，对。实战就是这么下的。看起来那盘棋之后，大家对于这个局部还是有所研究的。有所研究。这个朴廷桓韩国排名第一，他当时应该就在现场研究。对。非常应该是专注的。你这不可能，他第一排名第一的人呢，大家都又问他的意见的，是吧？像这个棋呢，他有深刻研究。那么这盘棋又有体现了。你看这个跟那么一样啊，他是扳的。他就直接断，和那一盘棋李世石下的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第五盘吧？第五盘，对，第五盘是最后一盘下的，最后一盘棋是的。但是这个棋呢，他通过研究修正了一下，在这个地方他拆二了，多拆一路，应该这个朴廷桓还是有道理的。然后长的对吧？他长，黑棋长，对，还原了那盘棋的这个局部的还原。那盘棋呢也是那盘棋走了之后啊。大家记得好像是往这儿跳啊，有一个那个棋，它是往中间张了一下，张了一下，现在是呢，它在这个地方靠一个，白棋单靠，十月靠了一个，现在它有修正了，它是走的这个，走这个，然后断，这个时候有点变化，
断的时候黑棋有哪些变化呢？您觉得？那一盘棋我记得是吃的，对吧？吃，嗯，吃了之后呢，被他这个一吃，一粘，那么一打，嗯，这个白棋便宜了，就外面全部都包紧了，包紧了，对，对。而这一次呢，这个朴丁桓所下的棋啊，我想是经过他的研究了，对他肯定觉得那个变化不满意，对，需要变化一下。他下的从结果上看，嗯，是有道理，他是顶的，顶一个。这是看似很俗，但是呢，只要算得准，这个俗也是非常有效的实战。你得挡，然后我再尝，拼命尝出来。嗯，哎，这个是挺好的。下的就是说比较撑的下吧，因为这里面其实是不太干净。你只有尝，你不可能提完吃，这两个吃不可能。它有个打结，但是灯下那个没意思。哎，你不能提了打，它一拐吃，你吃这两个是不可能的。你只有尝这个。长呢，他在这个地方三三双一个，嗯，这个局部啊正好能把白棋吃着，是的，局部吃掉，嗯，因为掩杀白棋，吃不够，但是白棋可以在这里跳一个，也是很有力的，跳了一下，跳一个呢能借力收着气走，嗯，那么黑棋爬一个，这个也是必然，我想是必然的，那么再长一个也是必然，走这个。爬一下，对，这个也要再长，不能搬，搬了被断，那就太乱了。外面都对对对，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断打一个，嗯，恰到好处。如果你提我粘上呢，这个棋啊是白棋这儿还有打，这个地方你多提了紧了一气，你这个拐变成后手，对，拐和粘都变成了后手。而且反而变得外面这个形状不太好。哎，对你这个形状，白棋的形状啊，有点不太好。嗯。那么十月呢，他就没有提，他就在这个打，实际上是让考验了一下白棋。最后白棋的选择是没有去提，他是粘的这个。那么粘上后是。那说明这个打还是恰到好处。对。那么在这个时候打了一个。让你粘呢，他因为粘了之后，下一步拐一个好手，拐完之后粘都是先手了，所以呢，他又再忍痛爬了一个。嗯，然后白棋长。对，但是忍痛爬完之后呢，这个局部呢，这个就是你以后再拐再粘都是后手了。嗯，哎，那么是爬的有点看似有点太二路爬有点多，有点多，但是呢，局部是有点多了点，但是他能落到先手，对，这个很大。大的什么呢？他有下一步的好手，他下一步啊，这个跨段，跨呢是先让白棋看白棋怎么走，先来定型。大家就记得上一次啊，那个电脑下的是跳，对，阿波狗跳，对，这个是特别大。所以他这现在没跳，所以黑棋就要抢先要动手了，是吧？先跨段防你那个跳，这是这个时机是恰到好处。嗯。看来我们大家都是这个以后研究这个电脑，他下完之后，我们根据他的思路在研究。对，的确那一次对我们的冲击非常大，是吧？很多招法都要向他学习。觉得都以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模仿的对象。那大家在这个思路在研究他，所以这个上一次这个人机大战呢，的确是我们的一个大事件啊。现在这个冲断呢，现在冲断这个时候啊，主要你这个争不得。争不掉，那边长是先手。对，这一长，一个先手，你如果一双，这就跑了。现在跑掉了。对，跑掉了，争就争不掉。嗯。所以那个打完之后，你这个不能争了，你只能说别的事儿了，只能是，只能是以后你想想别的办法了。对。是的，他是不能争，那怎么办呢？拐打。拐打。嗯。你立的话也是他长了，对，这样拐打是把两个黑子吃掉了。嗯。但是呢。你不能争的话，我这个地方多出一个利用。嗯，哎，这个利用，你看，白棋爬一个这先手，先走掉，哎，也是你的先手，这都听话，这都，但是能拐爬回来，哎，这得爬回来，还得走。是。他因为这两个交换之后啊，下一步他是紧着气走，挺好。单拐一个。单拐不走，我这要夹死你啊！嗯。你如果跳，我能冲断你。哎。这个、那白棋能不能跳在这儿呢？跳在这里呢，当然也可以。但是呢，这个地方不是有利用吗？他这以后尖一个你也很难过。哦。或者尖一个，或者以后利用，他等于考验你。不管怎么着，我这个尖你一个，你很难过也是。是，这因为有个 watch。对，你再补的话，我这以后一搬，这也很难过。
然后搬了还可以连搬，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利用，这个形状不舒服，对，是吧？所以呢，这个棋啊，它是直接补的，是吧？对，直接补的。白棋小尖在这儿。对，小尖的，对，是的。嗯，这个那不管怎么说，防止了那个跳。那个跳上一次都有大家印象深刻，那个跳啊，最后搞得这里面味道很恶。跳完他一爬冲了，被他先手走了之后，这里面产生很多味道。对，后来被他先手搜刮了一下。啊，搜刮很多，里面很多味道，弄得很不舒服。对对对，现在呢就不同了。嗯，现在黑棋可以无忧于这面，这面都处理干净之后，他转手在这面挂角。抢到一个先手，我觉得这个布局从这个开始啊，嗯，像是他有所研究这个地方，对，有所准备，有所研究，就看起来对这个人机大战的第五局，对对对，肯定有深刻的研究。对，就是那个人机大战给了他的启发，或者沿着那个思路，他研究了很多，这个地方都受益于那个受影响，受影响了，受影响，这个棋。走成这样的话，黑棋应该说他不管怎么，他有备而来啊。嗯，黑棋好像还可以。我也觉得黑棋不错。黑棋不错、啊。对，因为主要是白棋的外势啊，并不是特别厚，这个地方对有断点。哎，这个地方不管怎么说，里面不说征子，以后断打各种的利用，借用，哎，都是有可能，不是绝对的厚。是的。哎，他这个呢，棋黑棋有棋下。嗯。所以呢，这个棋应该说黑棋这个。这个还是很奏效，这个布局啊，还是可以的。对，这个朴廷桓对于这个他是有研究的。白棋现在跳一个，对。那么黑棋呢，也没有继续在这里赶紧分头，分头非常大。这个他这个步调其实也是挺好的，是挺好的。这个挂一个，然后分头，这是一个常用的一个那个什么。其实主要的变化，它就是这些研究透了之后，剩下的基本上按那个。基本节奏就进行了，这个分头，那白棋只能走一边呢，选择一边。他现在往这边逼不太肯吧，刘老师？对，那面一般都是逼自己能够成控的地方。是，那让白棋有点为难，其实黑棋这个还是可以啊。嗯，对，他要是小飞，他可能过去一路。现在他大高位呢，他可能过在这个位置。嗯，现在白棋从那面。白棋这样逼，对，那么黑棋拆二，对，这个拆二的形状啊，还是幅度还是不错，感觉还是这个位置不错啊，黑棋这个拆。那这个时候白棋是不是可以考虑从中央来经营呢？因为这个时候黑棋的空确实挺多的。对，这个地方这就看怎么进行，这个时候白棋怎么操作？现在白棋的选择呢？如果你围中央看怎么你。或者飞啊，或者点了怎么着？或者点了这么压住，这样您觉得怎么样？这样哈，这是一个那个什么，可选择的一个选择方案。这也是一个选择方案。嗯。还有别的，就是也就是飞一个了。不过你那个点一个压一个是比较强的，对，比较强。因为我觉得这个布局有点不太满意，我想下的可能要狠一点，要对，要稍微过一点。你觉得白棋不是太满意？对，刚才那是一个选择，选择方案之一，点了压住。对，还有一个飞一个，还有呢就是他实战的那种下法。实战的下法呢，我觉得。当然也不是说就不行，就是说，但这个战斗以后是不是有点没把握？就是、但是呢，这个可能啊，这个对一年间呢，大家会选择这个还挺多的。对，很想走，很想走的一步棋，因为本来就是跳高的嘛，是尖冲是一个很连贯的手法。因为你要不走，被黑棋跳起来，这面柿子很大，是吧？对，这个眼见的总想在这个位置走。这个是值得很想一步很想走的，这个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点位，尖冲，尖冲，对，这个十月和朴廷桓呢，两个都是力量轻，都有力量轻，尤其十月之前被称为场均一条龙。就是他每场都要吃人家一条龙，这是太过分了，简直是有这样的绰号啊！对，他有这样的绰号，有这样的绰号叫场均一条龙。我怎么
知道朴廷桓好像他也很厉害，他就是每一盘棋都是要站的。我好像我听说过都是不站不过瘾的，属于这种，这有断必断的属于。但是之前呢，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怨呢，就是十月经常是在农心杯，比如说最后一盘决战。他就赢了朴廷桓，然后经常就把他吃了。哦、关键是，那就是、我想朴廷桓肯定是有点不服气的，心里面。他们两个的胜负怎么样？他们两个之前的胜负，就据我所知，我觉得好像十月要高一点，但是没有统计过这个，哦、我只是大概的印象。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看了都，我们的排名第二比他排名第一要。但是那个时候十月还是比较强的时候。比较强的。比较强的。哦，那之前哈。对。哦。后来他们好像就交手的机会少了，机会少，没有、我们没有认真统计。对、啊，但是这个就是不管怎么，他们是一个很，较劲的一个对手，是的，是的，值得值得关注的啊。好，这个兼冲一个十月，那、我觉得他这个从这招棋看呢，他的也很不触对方，力量不触，这个地方眼位先把你压迫一下，啊，你要是往这儿跑一个呢，他就高兴了。压迫，省得你给我以后跳起来违章大空，是吧？那么这个朴廷桓呢，他那不示弱，那我们看他走的，他走的他要是这么三路爬过，我估计就不能叫朴廷桓了。好，冲，我们要求把他冲断，冲断，长一个，这就是有断必断，看见有断必断，这就是必然是一个作战，这就眼见的必然作战。那就，大家就是作战了。这个一般是长一个，长一个，长一个，长黑棋。对，主要是往那边走，这被人家挖了冲出来。不，这边走你没得走，你多打一个也没啥意义。对呀、多打它也长。是的。这样就是这一块棋跟那个这三个人纠缠在一起。你要硬来并不好。比如说硬来这个棋呢，它就。虎一个也可以，虎吧，虎那就虎一个。待会儿飞进去，飞得很舒服。对对，可以。对。白棋打吃，它粘上，随便补一个，我就往脚上一飞。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这样。这白棋总体来说作战还是两块骨棋。大概就是这样作战。而且至少你这个硬来呢，黑棋也不怕，是吧？黑棋不怕的。所以这样一旦作战的话，局面就容易混乱，但是就。跟刚才这个点的压住呢，完全是两种思路了。因为刚才是想扩张自己的中央，但是我觉得一旦作战之后，这个中央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能围得上了，这个局面就容易比较混乱。对，现在他没有这么下，没有这样下，这样下大概就成为定型为这样。他是这个不交换，是单走的，他是单跳的，他是跳出来，保留了那个，是的，保留那个。你要是这个时候飞呢，他可能就压一个就不通了。现在再飞，再飞他再飞他会挡，他会挡，会挡，那就不一样了，因为本来搬虎了就直接飞进去了。这个时候他会那个什么，现在就没走着那儿，对对对对对，他可能是这样想。现在就考验黑棋怎么定型了。黑棋他实战时下了这个飞，对，是说让我头一眼看呢，觉得这个怎么定型呢？后来他就二路飞一个，别的也不好找，这个形状他也不太好走，确实这棋别的你要单拐被他双上也不舒服，干脆就二路飞一个，那都看白棋在这儿，你得往外走了，你这个目前下不来是吧？对，目前你靠一个，现在白棋直接下肯定是不行，直接下就没有。所以白棋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太好处理，这三个字，那就是真的拼力量。这个他这个铁三角在这儿挡着，你就要在这个地方找出一个头绪。但是白棋也有些可利用的东西。这个对，下成这样，那么这棋啊，接下来这三个子应该怎么处理？这是一个难题，我觉得。对，给大家留一点悬念吧。我们先休息一下，好，让大家稍作思考，一会儿回来精彩继续。好，待会儿。欢迎回来，我们来继续为大家讲解这个2016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四轮的主将战，由十月对阵朴廷桓。好。刚才跟刘老师给大家讲到这儿，黑棋刚刚飞了一个。飞了一个，那么白棋怎么处理？白棋呢是靠一个，对，靠一个这个形状是挺好，
一般这是一个常见形。是的，是的。常见形状。因为这三个子，你想在底下做眼，好像觉得太窄了。是。怎么也得想办法，把自己的形状下得往外去一点啊。这个形状是这个不错啊。那么黑棋跳跳一个，在这儿。对。我觉得挺难的，这个白棋。这个跳也是不要接力，可能比较好。对，我说你要像这种搬啊，或者是搬这个是吧？啊，对，搬如果搬这些招法的话，这个棋啊，还有一种可能啊，它在这个地方先手就有靠下来。哦。比如说它这个，单靠一个。单靠你这样吃，对不对？冲。对。断打，他把这个他挡对锦棋。反正不管你打不打，打就粘上，你走完了人家一打。对，这就出问题了。这个不好，这不行，这样不好啊。那么，不要动力，这个地方都不敢动，因为互相都有那个所牵制。靠一个单跳是最强有力的，这个都不能交换，这中间谁先动谁吃亏，都不能借力。你长我就双没关系，你往外跑没关系，当然这个也很薄。这白棋也很薄，如果你跑出来被他压过来，这里面你去的忙着做活啊，也损失比较惨重。是的，那么怎么办？现在他也没有长，他是在这个地方走一个，尖冲了一下，尖冲一个挺好的棋，我觉得挺好。这个地方是先手，白棋粘，然后这一跳出来啊，这三个就给割进来了。所以这个尖冲应该说是先手，黑棋要硬的吧？对，这不硬人家跑了。尖冲挺好的，但是呢，这个。朴廷桓呢，他就走的一个单跳个，看着是委屈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佳。他补得很干净啊、哦。补得干净。对。也别去贴了，被你搬一下交换并不好，他是干脆一手干净。你再他走完这个之后，白棋接下来没有任何先手。对你冲他可能都不理了。对你这全是后手，你刺也都是后手。所以呢，他一手干净是最好。看来这个。对这个接触战的时候啊，一手干净是最佳，不要拖泥带水啊。这个在这种地方接触战呢，两位应该说当今棋坛都是顶尖的高手了。因为接触战，他们天天就是在研究这个，在这个战场上就是看哪个作战最佳有，他们这个作战的这种手段呢。都非常强的，是的，朴廷桓完全是值得学习的招法。对，大家可以跟他的棋谱研究一下啊，他们所走的一般都是值得，都是基本是靠谱的啊。对啊，因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也不是快棋，这是慢棋。对啊，肯定是想了很多变化以后，觉得这个招法是最好的才用。现在白棋靠下来了，靠这个，那么正面靠是不行了，那现在从正面靠。对，靠这个呢，也要考验黑棋一下。先要揪一下你，让你这个几个子，你先交代一下你是怎么处理的。对啊，因为现在我已经把你靠断了。靠一个，黑棋选择的下法呢，它是往脚上飞了一下。脚上飞一个，对，飞这个，然后白棋小尖，对，它再并回来退一个，对，这个当然是。你要一如果白棋补这门，他被他爬一个，那个也非常大。爬一个就是黑棋活了啊，而且爬完这个之后，白棋没活。是的。所以那个也应该说有想抢的这种意愿。就下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黑棋这一代的战斗总体来说，他下得很扎实。就每一步棋，你看很干净，你靠我就飞完了退回来，要求把自己做活，然后就看白棋怎么处理。但是这个白棋的处理挺难。这个地方真的挺难，对，很难下。要说这个白棋啊，我说这靠完走一个，他是实战走这个，对他挡在这儿了。这个我倒是觉得那面出头也就是一直你往那边走，最先靠那种往前出头也挺好。但是走完这个被黑棋挡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被他压过来还是蛮舒服的，也挺舒服。对，所以我觉得当初就是直接就走在这儿尖冲，是不是这个战斗还是有点缺乏把握？
但我也不觉得但就是走这那个个里就已面经好了，变化很大，变化对，很不一多，定变就化一很定多。好了。对，但是这两个交换，不过这个有了这个飞之后，这两个交换本来单走这也没棋了啊，走完之后应该是一个一般的分组。现在呢，你要说再搬的话，这搬不动搬不，他会走这个。你要单搬被他冲了，争个子有可能。了。哦，如果你单被搬吃他掉了是吧？争子。这不行。他的也来不及打这一下，主要对，是，大概会有这样。他直接断打，就一口气就把你闷死了。再顺长一的点，话，然后再走一下，你这两边这哪个边争都不死能了。被拔掉。但是你搬的时候，他能搬这面。我想是这样，但他可能会搬这个，就白棋搬这个搬的时这候，先搬这个，个。反正这边一手可能气来要不不及，了人这家个命。打也受不了。对，这个打就全进去了，已经。受不了。你要走了，他再搬住，这个也受不了哈。是。那如果是这样，你这个来不及的话，实战啊，我们看实战，他这个地方，他这觉个得被搬一扣住个，对啊，这块棋被封进去了，很不舒服。不舒服。他点了这这儿，个时候来不及了，这个时候他不可能像最先裘老师说的点完再压，现在这个点就事过境迁了。当初要先点着，那个下法也不一样了。那完全不同了，不一样了。现在点的时候还想你走这个，再像裘老师那个靠一个，那是当然舒服了，就被隔开你这个就可能变成废子了。但现在黑棋就长的这个很好，这个长，那个就不能要了。对，因为这个长完之后，你这一块棋，你马上要面注临意了。生命危险。对，这个白棋要走的，我们看白棋是，先并这了个一下，并一个是要的，这是先手，对，然后白棋呢，然后它挡是下去挡了，下来的，挡下来给黑棋是这个搬一个，搬，搬这个，对，搬这个，这个作为一个交换啊。但是现在也没功夫，那这块棋还没处理好呢。所以都觉得白棋就有点忙活不过来。这个棋呢，的确是复杂。如果你只是长跟它双，没啥威胁。现在你如果长这个呢，黑棋可能会走这个，飞出来，飞出来。这个都发挥了，它的硬度都发挥了。这个，你现在不能冲这个，冲这个它冲这个，你冲这个大概冲这个，对，它粘上，他就粘回粘去，上。这个子呢，它不容易吃，因为这个就算你加的，它这个有一个冲断，也没有，就是说你这个白棋不好下这个棋，对，就黑棋是很容易连回去的，它冲断，即使你把上面这颗子好不容易吃掉了，还得先卖两下，然后吃掉之后，这底下两个子还是掉了，是啊，这个不太好办，它这个棋这个地方就比较复杂了。暂时他就没有白棋没有长，对吧？对，那白棋确实不太好白下，觉棋得他是走这么，他冲了一个，他冲了一下，对，冲了一个，挡住，然后又跳了一下，跳在这里。这个呢，就是什么想呢？下一步我要长这个，或者我在这个地方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棋。对，我这个地方威胁你一下。那么这个棋呢，黑棋没有去补，他觉得你这三个子我吃不着我，下的比较狠 对，啊，他下的比较狠。他先要挟你，不，先刺了一个啊，他吧，先单先刺刺的，一个，单刺一他个，是单刺的啊，单刺，黑棋单刺，对，那你也不能动，你这这必要须不然粘上，必须这粘棋上，筋要掉了，粘上，只能粘上，然后黑棋先尖回去，对，就这个尖回棋筋让我想起去。这个下让子棋的时候就挂完了，然后挂到这下，对，这这个个，棋形被欺负的，如果你在这里长的话，他是不是就挤了，退一个就也可以，单退一退个的了吗？话，你这个白棋没活，就一尖就团住，一尖团住，这个棋白棋这个气就有点危险白棋这气，首先这有好几口攻气，了。啊，然后你得赶紧团眼，团眼，然后要黑不棋就跟着走，就气黑棋就能杀到白棋，然。哦，那就不行，肯定。这个棋白棋这个角就要危险。那么，所以呢，这个棋他逼迫他就要吃掉，对，逼白棋迫加你一要个，对夹着吃掉。这个你这这个必要须得做活，做活了，然后黑棋又把这个补回来。这一带的话，节奏的话，
应该说黑棋是便宜，我也觉得是。白棋得到便宜，就把这个子以后能够割掉啊，能够挡下去。或者你在这个能够生出事儿来，把这个棋能够看能不能断开吃住。但是你这个跑出去是没问题，但是他不肯呐，单跑不肯是。但是这现在就在这个地方了，你只是如果挡下来被他这一唬，你什么都没捞着，那不行，他要要求把它断开，然后继续跟他战斗。这个地方暂时是真的是抓不住，你说硬来吧，你这都夹不住。对，怎么夹也夹不住。飞也被他贴回来，飞这个能拐出去，夹这个是最狠的了。但是呢，他就这个棋他会俗的来，他就一个一个打，一个打他只能这样。但是这个俗的来，他把这个都给收进来，受不了。太大了吧？哎，这个都给吃了。这是抓花挺舒服，但是这个都吃了。这个下来呢，也他就往外跳一跳，他这个黑棋死不了。是的。哎，这个棋呢，还不肯这么下，白棋还不肯。如果你这儿没几颗子的话，这么挺有利啊。这个家现在目前不敢走啊，觉得不肯的。然后加完了之后，这底下全死了。这个全死了还不肯。太大了，对，这太大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棋，他是先冲了一个，但这个冲呢，我怎么觉得，既然冲呢，你就别打单冲，可能还好点。现在冲的时候呢，黑棋来个硬的，他是这个单跳一个，这是等于是又给接，等于是你要是他希望你冲一个。那么白黑棋再补这两个交换之后啊，对这个呢你就更夹不住它了，反正是夹不住。就是说你的眼位啊就更差，它点得更清楚。那他刚才这个冲之前这个不打的话，他单冲这黑棋会不会点呢？那点就也可能点，也可能点，但是呢那就好像这个先别走，对啊，可能还好一点，不走好吧？可能多一个变化有可能。是的。那现在就，就。被他点了之后呢，我就是说白棋啊，就是说你不冲单走这个呢，我们看看啊，如果我点这边，如果你说我有没有反击的问题？您说是现在打？现在不是实战啊，实战，实战就打。打一个，对，他长一个，冲一个，他点一个，你如果反击这个，他冲这个会双这个，那这不行。挡这个他会粘这个。就是说这个棋呢，这儿有段，这儿有段，就是说这黑棋气很长，黑就是白棋拿它没有办法。你即使粘上，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样。你这粘哪儿？粘这个断这个，一个断点。哎，对，就是说白棋虽然没有活，但是它有断点呢。气长得很。你怎么给它杀都杀不过。是的。白棋能够这么，黑棋能够这么硬，就硬型的作战，是可以的。就白棋爬不回来，对，这棋。那现在没有办法呢，他是被他这个点是成立的，这朴廷桓这个算得很准的啊。对，冲了一个，冲一个，那么他就走这个黑棋拐打，他这个算得很准。通过这两个交换，你这几个又更抓不住他。但是白棋呢，他就心有不甘，他说我自己这块棋如果单纯做活的话，他觉得太没劲了，而且中间这一带的势力肯定是已经被破光了，你要做眼你就得往外去。这个地方就双方这个地方啊。就是咬得很紧，都表现的两位的实力，这方面都是他们的特长。是的，这个作战也这个盯着战呢，都是他们最拿手的，都多少人都就是被他们斩下马，像这种接触战当中啊，用力量把他们两个人正好是就较上劲了，正好是棋逢对手。对，在这个地方呢，白棋怎么办？白棋呢硬来是不行，他是最后来了一个这个长一个、他无论如何都不甘心说自己一个人往外跑，这不行。长一个如果这儿有几颗借力的话，是黑棋很孤单，但是他就有了这个拐三角啊，你看他来了个狠，他不会长这个，他是走在这里，这个就是按棋理就对了。就是说我想要这面要拐这面，如果要那面你是长着走那个，就是贴着你的这个棋走，都是说你看你想选择哪面，这面大当然是贴那头拐一个，贴那头你要跳我就贴，当然这一般是你是拐，拐呢还有呢他就直接吼一个更不给你借用
这看起来像贞子一样跳一个反而不好，头一个是对，看似笨，但实际上是最好。哎，你要压我长的就都死了，是吧？对，哎，你压我就长的，你大概你也得往这边走。如果我跳，被你这靠一个，反而我不好。这黑棋呢，主要是每一步啊，它都下得特别坚实，让你一点借用都没有，它连跳都不跳，对，这个，那就这么弯出来，反正你就这两条路，不是往这边走，就是往那边走。哦，现现在。在那就是白棋的选择，在这个时候都不给你对方借力是最佳的。是的，现在他是白棋飞一个，飞一个现是在，吧？他往外拐一个。拐，然后呢，现在。他这个头还是不能被人家出去。如果说只能单纯跑的话，那白棋这一带也没什么意思。所以对，他要求把黑棋的头摁好住。摁住，哦，在这好。那么黑棋黑棋再靠一个。靠一个，这个棋 我觉得白棋依然很难啊，很有意思看起来，啊，确实很难办的这招法。对，现在实战白棋是下了这个。这个棋，就这个我不确定棋，他是不是有误算。哦，这个棋很有意思啊，这往这个，儿并一个，对，但这里面能活吗？如果说不能活的话，这显然不行啊。这个他在这个地方找眼位了，走在这里被黑棋虎，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挡上是什么情况？单挡是单吧？挡，单对。挡也黑棋也是虎一个吧？应该。对，白棋单挡一个是不是有活的可能？因为你长的话，我会长这个啊。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这儿吧。那么你再走这个，是不是就活了？这也或者能是，活。刚才他走这个黑棋也得活，对，他挡回去现也在可可能以。是不是也得长这个？对，再长的话，那黑棋就把这个冲回来。啊，这样啊，走这长个，一个，他就占上。搬这个，这个棋，这辅，样能不能行？这比较复杂，断一个。断一个吧，大概差不多，这样吗？对，断这个，但我怎么觉得这黑棋要死了？他拐一个，是啊。有危险。这黑棋不是死了吗？对，这样怎么我觉得好像不行啊？是啊，那黑棋刚才能不能虎在这儿之类的？虎它也是粘上，也是差不多这样。哎，这样贴这个是不是好一点？单贴贴一这个，个，贴这个，我估计你可能不能走这个，要走也是在这个地方，不能冲这儿不是能吧？冲那个。那我因为黑棋应该能想点招法，想想别的招数。想点招。这个是一个复杂的这个做活的状态，一个复杂计状算态。哎，对，我觉得这个是个要点，是做活的来说啊，挡回来，对，挡这个。黑棋走这个正好对，被那个什么了。那么实战他去单走的，对，实战公这个开没实有战，挡，对，没有挡，对，实战他是单走的他单这个并单这个，并一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这错个计算有点意思啊！了，你看，但是他没想到这个朴廷桓走得狠长，了，啊，他把这个位置抢了，他往这儿冲出来，哦，这个厉害，这个是个要点，这个要点。如果你单退，他走这个就活了，是吧？你黑棋退在这儿被白棋挡，这个地方要做眼，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眼，这就活掉了。那现在被他走这个，现在是现在冲一个，黑冲棋了一个，冲一个，对，那白棋怎么办呢？这块棋白棋啊，白棋一 不粘好他办。跑出来，这儿有个叫吃，所以白棋白棋是先挡了一先下，挡那个啊，先挡，对，对，先挡呢，黑棋黑棋就尖一小个，尖，对，在这儿，这块棋它是也要注意这个活棋就行了啊，他搬这个。对。搬这个，搬了黑棋就把它断掉了，断掉，这个很，这个特别的狠。就说明我这已经看清楚了，反正我这儿能冲回来。对，现在你如果冲，你如果粘这个哈，对，它黑棋能贴出来，那能你抓不贴住出它。去。这个棋啊，就是白棋的气，它这贴出来这个地方还有个打的包的，对，
就从这里打，再这么打过来，就一口气就要把白棋闷死。对呀、啊，这个棋是一个什么形状？比如说你搬这个最狠的了，对吧？哦，他搬是先手。那您也不用搬了，就直接就过来就行了。直接就可以啊、哦，了，对，打吃，直他接有打两个下就打有一死了。个有啊、有一个对，直接就可以啊了。呵呵，这个，就黑棋如果说直要接走打，的话，是就一口气就已对，经可以把它闷死了，是，那对，踢掉黑踢棋就掉，粘上就直行接就可以了。啊、哦，这白棋已经没法跑了，这样。了。啊，这样就正好是嗯。快棋。对，这个贴出来之后，这个白棋主要自身有嗯，毛病。是的。嗯，自己有毛病之后呢，那没办法，他不能必须要抢这个位置啊。所以呢，不然现被在贴出实来，战，被跑了全。他就只能是拐一个，是吧？嗯，只能拐一个。他这个粘过两下，粘对，了跟他粘交过，换了两这下，是先手。嗯，这个有点像打将的意思。不，这个是也想考一考有没有那个可利用的地方。他粘一下，看你会不会挤在这儿，还对。是 会硬在那儿。如果硬在那儿的话，松一气，这里面可能会不一样。是，至少这个跳点就变成先手了。但是现在这个跳点是后手，这就不同了。对，嗯，现在实战的白棋拐在这拐儿，在这里，拐吃一个，他把这个嗯，吃了。黑棋这冲个地过方去，啊，怎么走啊，嗯，都黑棋没有办法，因为你扑是它有个带响，没有对，扑呢，如果你只是这个打吃，它粘上，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踢掉。提掉它这个哈、啊，它嗯，把这就叫吃一下，它粘上，这样走的话。正好是个打吃，吃不掉。吃不掉，你拐弯撞一气。对，所以他刚才这一下很重要，他如果能先刺到一下哎，就那行，当然了，刺不那就不着，一样，关键是刺不着走那不个，着这那是下，这招刺不着啊，那个。怎么这弄个就地怎方么你着。再打它拐吃，这个自嗯，身有叫反叫。这个是，地方怎么转弯打呢？打不着，这个是也是一个计算。也嗯。许十月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算准呢，还是怎么样？反正走成这个结果是，白棋没有办法。不知道他是不是误算了，对，他白棋没有办法，那使得，对，粘上，嗯，嗯，拐拐一一个，个，他然后吃了，黑棋吃在这儿，吃，是，白他棋呢，先跳了一下跳一个，啊，对，但是我觉得他再怎么好靠一个，算已经啊，来不及了，刺了一下，他把这个尖哎，掉不，了，先粘这个是吧？啊，先粘这个，对，先粘这个是粘这吗？个，粘这个，对，把黑棋粘的，嗯，黑棋粘，要不走这一跳点，嗯。外面。那就都出棋了，而且把这个打来打了，了，对，接上，这个粘，就对，粘上。这个不走，再不走这一点刺就出棋了，它可以单点刺，单点哎，这刺个可以，顺序很重要。他这个可以颠单点这儿的，嗯，这就肯定出，这一点就出棋对，是的，单了，哎，点出对，棋那么这个棋白棋黑棋补了，了。嗯，黑棋补在这儿吧，接住，把它接哎，住，它哎，补得特别结实，这个都算黑棋了，你看这一块全棋部都是，全部都是黑棋。这块不得太了，巨大了。巨大嗯，啊！那么白棋在那儿走一白个，棋尖住，黑棋把这个虎了。这个虎还成了先手，这不走，这一飞，这个打，这对，就一走一靠近就是打劫了，嗯，是吧？对，那这样的话，等于是黑棋来个先手，是的，这个就已经活了。嗯，现在呢，黑棋。这块棋加上整个的一块棋的，你数目的话，有100多目，110目左右，差不多吧。那么作为白棋来说，它的控要围成什么样才够我白棋就是说，呢？基啊。本上就围都这样都围起来。那能哎，够如吗？果这都围起来，你要是比如样，说只是一路跳的话，他把嗯，这冲完跳，这都是他的全部。那如果这样，好像黑棋哎，就捡全不够，部那个，如果一旦多一些多一点，这个棋就不够。如果哦，只要进来，或者活个角，嗯，这个棋就不够。所以这个黑棋的目数还是太庞大还了，有确它这实，个味道比较嗯，麻烦他刚才走之前，他跳的时候，黑棋先靠他一下，啊。哎，对，那这次序还是挺时巧机也妙厉的。害，对，靠一个你不走，你如果在那边走，它这个嗯，一断一包打，这外面扬长而去，外面延位它也不是问题。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棋，就已经比较被动了，白棋有点被动。也现不，在你要说全部围住，你就是看嗯，你的，就是力量能力了。但是这个都吃了还是很大，太大，是的，是的，全部吃干嗯。净了。你只是得到了这个先手拐掉。当时
你要说先手拐掉，各种变化都可以走掉，很多下法。你要是弃子啊，我们又摆好多个弃子，那最后居然被他只是得到这一点，被他吃掉，应该说这个棋是黑棋。还是这个地方成功了，对，可能是十月有一些误算，因为看他这里的招法好像不像是想弃子的样子。如果说弃子之后他觉得这棋哎我形势好了，那里面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很大啊，这要干什么了？对，我感觉就是当时那个叫什么，这个病一个挡一个，应该挡回来，挡一个可能眼位会差很多，哎，眼位会好一些。这个病一个被他这一冲啊，这后来这不都给吃掉了。现在该黑棋下是吧？对，现在该黑棋。黑棋现在他就是说面临着怎么进去。如果单跳跳不见得够。那么我在里面这个地方利用他的薄位啊，他你看这儿有断打，这儿有打，这个地方有断，看他怎么来在里面潜消了。他实战呢是拖了个三三，拖一个三三，这个好棋，先试一下，就是说你如果搬我断一个，那又有头绪了。如果你只是长，我再爬一个，那活个脚的话，那就行了。那就厉害了。活个脚的话就不够了。活个脚，你爬长，他爬一个。假如啊，这样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那么好，他再跳一个。哎，这样你如果这只是这样的，那飞一个，这个棋白棋不够。哎，如果这样的话是就黑棋的空就多了。那所以白棋得强杀呀，肯定不能这样就退缩。对对对对，所以说当初就觉得这一代死了可能不是白棋的意愿。对 对, 对，如果他的意愿是这样的话，他应该是判断他可以够了的这棋。但是这个强杀呢，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地方就怎么强杀，如果从如果你狠的话，不是扳他会断，如果扳这个的话，他一般的是这样搬起来，搬起来，搬起来。主要这一代还是有些，哎，对对，这一代有一些那个，这个很讨厌，这个关键是强吃啊，有一定的难度。那如果这样的话，白棋就尝一个。他比如说在这里虎一个啊，这就有弹性的，先做个劫出来，对，让你有点麻烦。不太容易吃，吃起来就挺辛苦的吧。那么我们看看实战十月怎么吃啊。十月这个吃当然是一般的情况是最狠的了。对，他这个时候肯定是要不给你交换，最狠，不给你交换。对，最狠的下法。最狠，因为他本来形势也不好，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它全吃掉。这个比较狠，这个比较狠。黑棋呢，先在这儿点一下。点一个，这个也狠。他点一个呢，你还有一个回头就是跳一个，给他过。这时候要判断要行的话，对。我给你退的机会。哎，对对，退的机会。这个其实是一个哎，但是十爷这个判断居然他连这个都不给。我觉得判断这样的话是不是还可以一战，就是木啊。还可以呢，你跳跳。还可以拼啊，可以拼，还收一下。给你过一点算了。他这个都没有给。这一点都不肯给啊。啊，我觉得跳跳就可以。行了是吧，可以了，给他一点。给他一点，这个棋输出木。大家拼木吧，是吧？那他，我们看他实战的，他那个实战就十月，他的判断连这个都不给的话，一毛不拔，一毛不拔，那就狠了。这个棋走成这样之后呢，这个对方啊走的就下面就实战，这要出棋了。这里面因为我每一个进来的棋子你都要把我吃掉，你一步都不肯让，那我肯定要这个就狠了。我先挡，对，然后白棋加一个。对，这个就狠了，这个狠了，这个要吃的大了。他本来是搬了长，这个给他豁个小脚都不肯了，本来那个都不肯，这个更不肯了。他搬一个，搬一个，白棋长，长这个，长这个呢？这个时候黑棋居然放着不动啊，在这里断一个。他这个棋先打了他一下，在这儿。哦，打一个，打一个，考验他一下，肯定是不给了。他不可能这外面给你先手抓也不肯。这好多，这是一毛不拔的这个，这个他下的比较狠，他断了这个棋啊，就很难成那个全部抓不住，我觉得，因为这个头绪太多了，头绪太多，那上面粘啊或者粘这个，他都头绪太多，头绪太多，这个棋这一断呢，真的是味道不好办，好像也没办法，你现在你要退哪儿啊？再让就也不对了。再让也不对，干脆就你再让这个棋就被这个抠的，可能都比那个退让还大。那还不如刚才那个刚才那个退让呢。对，
现在反正是已经这样一条路走到黑了，这一条路走到黑了，这个棋就都非要抓他了。他这个粘了一下，粘一个好、哦，粘了一下跟他交换，因为你如果不粘这个，被人家粘先手一个眼，外面随便啊，那外面的眼太多了，太大，这个是必须要走，不走这个这走完这外面跳就眼，这是必须的。对，然后白棋是黑棋又走这个，哇，这个棋对。这也不能不飞啊，不飞被人跳死了。这个就勉强了，白棋勉强了。这个棋呢，首先你这个拐下来被他封住，肯定那个眼，肯定要活的。对，然后中间呢，黑棋又走了两下，这个两下呢让白棋下得很难受，他横顶一个。横顶一个啊，横顶一个之后呢，你发现你不管怎么样把它断进去，你这个总是气都紧。对，这个棋你不能被它断完，这个扬长而去了、哦，这个不行，还得就要全部留下来。他走这个，然后断，他提掉，下成这样。但是这中间就各种哦，这个利用可多，这儿还有呢。对，利用很多，利用很多，各种借用。黑棋又把这个贴出来。这个棋呢，就白棋啊，真的不好办了。这现在也你要是这个棋一扳，它一断。这个地方还有各种的各种大吃吃，这个棋很难再围上了。这冲两个你要不要？这个地方各种断打，下到这个时候真的是不好办了。对，白棋这个如果再走，那就是让对方做表演，是吧？所以他就没有再继续了。这个棋你先、我都会下了，别说那个。您太谦虚了。这个棋真的是好下得很了。这个棋这面有尖，这个地方你扳我一段，那个可利用太多。你长一个，我还要压一个呢。啊，你更不都没法退了。是的，所以呢，下到这儿的时候，就直白的十月呢，终于是认输了。对啊，那这棋呢，我觉得就。可能在这一代的战斗当中啊，对，白棋不知道是不是出现了误算，这个被吃掉就已经不对了。对，这吃掉实在太大了，这上面黑棋随便刮两下，这棋就已经赢了。这个棋呢是朴丁环，作战是最后是很战斗成功，战斗成功。好，那么最后我们的结局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执黑的朴丁环是中盘战胜了十月。为杭州队这个主将战呢赢得了宝贵的一分。好，我们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